兄弟们，我又来拍戏了，还是上次那个角色。导演说我还有一句台词没说完。你搞个剧毒早餐吃上一次。酸菜馅的包子。吃完准备出发去片场，刚来也没什么事。今天中秋节，剧组还给大家准备了中秋宴，等下吃上一次。躺了一上午，终于放饭了，还剩最后两份了，赶紧拿走，赶紧拿走。终于又吃上两份盒饭了。三千同菜，猪血、豌豆炒肉，还有这个姜干，很简单啊，没什么荤菜。开始自律。全部给拌到一起来，这样吃起来快一点。吃完一盒，还有一盒。哦，这个菜不一样哎，这两份菜竟然不一样。这是豆角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是茄子，这里还有蒜苔。我这两份竟然不一样的呀！好，米饭别浪费。今天盒饭真的有点寒酸，连肉都没有，就那一点点肉。一天两百块，我是200块，群演100多，我比群演高一点，因为我有台词，我是200块。吃完了，下午又要去拍戏了，等下还有月饼吃。衣服换好了，又是这套衣服，太热了，今天33度啊，兄弟们。拿月饼乐，拿个橘子，拿个加多宝，好，谢谢，兄弟们，中秋快乐。哦，终于杀青了，兄弟们，杀青大吉。待了一天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操，竟然还有这么多盒饭。算了算了，今天不吃盒饭了，今天中秋回家吃点别的去吧。兄弟们，成功了，跟皇上老师一起喝上一个。